什么是顶级恐怖？昨天呢，我本来跟少神约好了一起玩游戏，但是啊，后来呢，他说他有事来不了了。然而玩了一会之后啊，却发现少神出现在游戏当中了。原本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联机，但是啊，在他挖矿的时候，无意中看到了这样一幕。哎呦我去！啊，他头怎么飞出来了 ？Hello！ 我操！快走！然而更诡异的还在后面。后来呢，我跟煞神发消息才知道，真正的煞神在外面旅游。那这个又是谁？我去，他的头转起来了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这个煞神肯定有问题。啊，兄弟们太可怕了！记得给我点个赞，让我平复一下心情。此时此刻，感觉好笑的打个一，感觉恐怖的打个二。我操！直到现在我也想不通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，我感觉我被这个怪物给盯上了啊，兄弟们怎么办啊？哎呦我勒个去，马桶人。哦，可怜的渣渣灰啊，女孩子因为怪物多而烦恼吗？那么今天不要998，不要98，只需要给屏幕前的所有人一个大嘴巴。呵呵，开个玩笑，你只需要朝着我这张脸戳下去给我点个赞，就可以获得这把可以把煞神秒掉100次的神剑。女孩子等什么，快去试一试吧。哎呦我去，真的假的？我来试一试。给我一把红五字拳剑。哎，黑熊们有了这个东西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我根本就不带怕的。哎呦我操啊，怎么黑了？我勒个去，我家里的火把全没了啊，这有点诡异。哎我操啊，兄弟们前方高人，我这什么东西啊？哎等一下，这个身体好像不见了。来来的